肉蛋带走。三六零，我不知道剪出来会怎么样，回去看才知道。发现用三六零拍啊，我完全不用管拍到什么，因为它可以转角度，所以你不用管它到底拍在哪。行动电影，行动电影很一般，但是这个地方是可以充 Apple Watch。拜拜。好，我会把这里，如果我剪得出来的话，就把它剪进去。啊，真的。对，哎，好了，拜拜。在睡觉。这个是他的垫子。我不用饮料，嗯，对，好，哎，对，对，好，谢谢，拜拜。去找那个温先生，因为他在银行上班，顺便去换日币，在国泰世华。好的。助理已经到办公室了，今天睡过，昨天影片重传了两次，应该说重新转档两次，有下午再说。我昨天要4:30，就早上起来一起来啊，9:30了，啊，那一定会吃，因为上次去每次说，你知道去日本哦。你到后来，你根本就没有时间吃那些东西，那些东西可以吃的太多。哎，你们有去竹地吗？有啊。有。啊，你去吃哪一家？是去吃有名的还是没有名？是第二家有名。第二家有名。
要排队吗？要排，结果以为早上六点排没有人，对，就等了快两个小时哎。啊，那我们没办法。而且有新等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但你还可以把你的公婆带去。一定会带的啊！我这个我还那天我的一个朋友来，哎，啊那天是假日，他带他的360相机来劝败，他买了一台 Insta 360，我看的效果还不错。啊，对，那个船有订啊。哎呀，那好哎。啊，那个、叫做台场。对啊，跑来跑去啊。来一点。好，10:44，我今天真的晚。早餐我又去昨天那一家。哦。因为我觉得他那家蛮干净的，然后我想要把他的餐从上面吃到下面，对，吃一阵子看看，而且很方便，就在我们巷子口。那早上我用360拍，我发现用360拍啊，我完全不用管拍到什么，你知道吗？当然我不知道我剪出来怎么样子啊，因为现在还没看。对，可是我觉得这样拿着，就这样子拿着，然后我把飞鱼小甲虾装在下面。这样子，假设说我现在打开，然后遥控器按连线，这样就开始拍了，这样就开始拍了。然后因为它可以转角度，所以你不用管它到底拍在哪一面，像我可以转向那边，那也可以转过来变我这边。好，我先赶快吃，我大概11:00跟人家约。要送那个 Mavic Air 给他，然后顺便给他换日币，然后下午再说好，下午再说。反正今天时间我觉得就是这样子，一下时间就过。好，决定搭计程车，都没有多远。那时候给他验，客人还不高兴。对，想说，我拿的是真钞啊，来，我用 LINE Pay 试试看。可是，怎么弄？我你不会的、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不是我按了，那你看你会怎么用？我知道。哦，好，我会怎么用？它会出现什么指示？它本趟车资高哦，这样子。好，来玩玩看，嗯。10请选择付款方式。哦，这么多，来 Pay， 还有 Apple Pay 这么多付款方式 ，Pay， Visa Pay， 将卡片，请将卡片交于司机刷卡或使用手机感应支付。手机感应在哪里？这边吗？
这里。对对对，这里。好，试试看。哎，它感应的地方点在哪里？哦，在这里是。啊，对了，这里。是这里吗？不是哦，失败的。失败，好啊，悠游卡可以吗？嚯，我要给你单付现。没给阿威。我要给你。对，耽误你时间，不好意思。对，想触鼻气看麦啊，哎呀。好，我要给你。好。哦，谢谢。93号。我找一个温先生。温先生。对。在里面。里面。19。哦，好。Hello， 来，哇，原来办公室不错，来，我东西放一下。真的，还可以喝咖啡吗？啊，不用，我刚刚才喝完，真的假的？对啊，来，你的，帅哥，下一个吧，照片再传给我，好了，可以，五月份再。OK 啊，你那个要飞，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找我们一起飞一下，可以啊，你来找我，我们一起。到蝴蝶景观公园飞，我们那个平台蛮好的。那个到七月，到七，我不知道在我们江子翠那边有个叫蝴蝶景观。房东到一定做到。OK， 我看怎么走哦，我走那边坐捷运，回去不急就坐捷运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我看这配备真的是。对啊，就是玩东搞东搞西啊，对啊，这个每天都是这样，可是你这样玩有乐趣，好吧，走了，拜拜。12:58，回办公室坐捷运回去。刚刚跟那个温先生不错，人很好。好，1:13。哦，刚刚我是去国泰世华西门分行换日币，我那个朋友真的很不错，而且理财方面很专业。他们做的都是那种高端的理财，对啊。不过有机会啊，有机会会找他。好，到办公室。3:38，我刚刚下去楼下，那个有个叫 Danny 的哈，他。其实他装一两个礼拜，但他一直出现了断电的问题。后来我判断有可能是电池，因为断电有两种原因，一种是电池有问题，一种是主控板有问题。不过我判断是电池，所以我打算先帮他换电池。其实为什么我说电机会不够，是因为我这里有一组，我就是这个电池要留下来换给他的，然后他今天才有空嘛。我想把电池换掉应该就好了。因为他才买没几天，所以这个肯定是电池本身的问题。另外，我刚刚在楼下那个先生寄一个东西给我，因为他们代理那个 Bell King 的产品，那最近有一个这个行动电源，行动电源很一般，但是它这个地方是可以充 Apple Watch， 所以我这次出国呢。我就可以直接把 Apple Watch 放在上面就可以充，我不用再带 Apple Watch 那条线。那它本身可以当 Apple Watch 充电器之外，也可以当一般行动电源。对啊，然后这个品牌 Belkin 的东西是品质算苹果都有认证，因为他们有出一款那无线座充，那圆的，我之前有开箱拍影片，但是后来那影片没有剪出来。对，我现在想起来。OK， 好，这个我会带出国用。
然后现在帮他换电池，确认数来拿他的板子，还用360拍看看。我的新玩具，有我看到。对啊，我新玩具，哎、欸，你有带遥控器来，我顺便帮你配对。好、啊，来，这个帅哦。对啊，这个可以这样，哦，然后可以摆地上。对啊，可以摆地上。我是打算出去日本玩的时候啊，到那个比较景点就摆着，他就可以拍那边的人。这个不错，这样子来。算了，我自己买的东西随便弄一弄好了，我就直接拿出来用。他今天有带出去，但是拍的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。然后因为他必须要把影片弄出来，不然那些粉丝也要去找脚。有没有拍照，小玉啊？不知道。啊，他不见了。我在看，我要看玩具了。你来，我抱你好不好？你给不给抱？给不给抱？给抱。来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啊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，大家回去注意，因为现在开始要塞车，那我们先吃个饭，啊，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我们拍，哦，有在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好，我会把这里，如果我剪得出来的话，就把它剪进去，对，哎，好了，拜拜，拜拜，你开车小心，拜拜，来，有趣的一家人。上来，我刚刚泡完咖啡。不过今天拍了很多东西，我很期待哦。因为刚刚那个 Alan Su 全家人来拿，因为他的滑板下面的壳破掉，我帮他换好了。就他们跟我在楼下合照，那两个小朋友好活泼。我会把那影片，如果晚上我弄得出来的话，剪进去。对啊，你看。啊，他不见了！我在看，我要看玩具了哈。来一下，嗨，你来快点，来，来，哈哈，去，对。我觉得360的相机啊，360相机有它有趣的地方，但是它画质，说真的，真的不能，没办法说很好。但是我觉得，哎，蛮有意思的。好，我刚泡完。Espresso 下午茶，先吃，然后我待会回大家问题，先这样。好，现在7:30了，因为刚刚讲个电话讲的比较久。好，我们利用点时间来回一下今天的留言。我今天留言比昨天更多哎，更多。看一下啊，今天改用录的方式把它录起来，我们就从然后那个直人木蛇咖啡，你说出国建议用 GoPro Hero 6来拍，然后用 Quick 来剪，对，那是一个方法，那是一个方法。嗯，我看情况哦。然后那个 Daniel 用，你说可以用 Live， 大概就是指直播啦。对，不过我比较不擅长直播，就是因为一个大叔直播在路上这样子，我觉得蛮怪。好，没有看情况。然后那个 JG5009， 你问我说，i3 Plus 提把可以装发光能，目前是不行，因为发光能是70mm， 那个 i3 Plus 是83，就不适合。然后今天的头箱是那个 ND 叶27，
然后乔治说超准时的，然后乔治说开始运动，对啊，其实运动是好事，我前阵子也都有运动，但是一直到冬。喂，你好，是，哎，请，啊，侯友宜，莫名其妙，好，那个乔治，你说你下午开始在运动，很棒哦，运动要持续。我其实之前都有运动，但是这个冬天因为太冷，再让我每天影片在剪啊，我觉得冷，我就不想出门，就一停下来运动就停。那等这次出国回来呢，我会开始恢复运动。我以前早上都会出去，因为你可以看我去年吧，我早上都出去跑步。然后你有提到那个是浩野啊，我昨天真的看太快了，浩野，对，他是很好的人 ，OK， 是华，好，谢谢你借他带滑板借乔治华。那张哲明，你说你把影片看完再留言就没有头像。其实我觉得你们不要那么介意投箱啊，我倒是希望你们真的看完之后再来跟我 feedback， 跟我讨论，我很希望这样子，因为只是抢个头箱早安，然后我也只能回你早安，对，所以当然你也可以先抢个头箱，然后后面再补充也 OK， 但我是不希望说你只是为了来打卡，啊按个早就是抢个头箱早安，然后其实你没有看内容，对，所以你有看内容再来留言，我觉得这样很好。那罗光昭，你说你有发现目前所有人就是你有讲到我昨天穿那件衣服，本来是我老婆买给我儿子的小小兵，然后有滑板，只是我老婆说这个有滑板，我觉得你也可以穿，我一看到我就喜欢了，我就说那给我穿，我跟我儿子抢衣服穿了，结果后来变成是我穿，对，你有发现那小小兵。那你提到那个 GoPro 有可能卖给小米，你还在谈吗？乐观其成啊，有可能卖给小米之后 ，GoPro 可能价格会降，也不一定。然后那个 Ghost 红，你说有兴趣、有时间，任何事情都学很快。对，像他滑板、电动滑板，来上去没几天，他现在已经可以到处跑。然后那个陈乐天，哦，陈乐天，我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你留言哦，你留的比较多。你说 M6 你本来就想要买，无奈是你的镜头都是 EOS 的，对，所以后来 Sony。外景的时候比较适合哦，你有说你想要 Sony RX100， 但是我有几个拍 YouTube 的朋友，他们有 RX100 的，有一些小缺点，收音不好，再来就是它的变焦会有马达声，哦，变焦有马达声，对，啊，因为还有就是因为它跟我的那个 G7X Mark II 很接近，不过它的拍出的画质是不错了，但音质稍微差了一点。谢谢你的分享，你推荐 Sony 要不是没有翻转萤幕，我是有兴趣，那个 A6500 很多人用，而且现在又降价。然后那个 Maple XP， 你问我说新手适合 Air 还是 Pro， 说真的我觉得两个都可以，但还是要看你的预算，因为 Pro 比较抗风， Air 比较没那么抗风嘛，但是你如果不飞远也还好，还有就是图传会断的问题，Pro 比较不会 ，Air 你飞到一公里多比较容易被干扰，但是 Air 的毕竟它技术比较新，它有一些不错的功能，像小行星啊，或者是彗星啊这种功能，还有它的跟随智慧跟随方面，我觉得它比 Pro 准确一点，目标比较不会丢失，对，有好有坏，有好有坏。那朱家阳还有，我不好意思，我忽然找不到。朱家反正有几位朋友都有提醒我自拍棒，哦，自拍棒小，没错，我会注意，的确在车站啊，什么东西不能用自拍棒 ，OK。然后陈乐天，你又补充了，就360，你觉得小乙的会好一些？不过我是看上它的后置简单的，我不想要太复杂，因为毕竟我们拍片是补画面而已，不可能全部都360一路到底啊，这样子看起来也很累哦。对，我会拿来补画面。然后，啊，对，那个子弹时间，我还没有时间玩，但我会想玩。对。那周生者，你说，忽然感谢有网络可以这样拉近距离，很棒。对啊，我也觉得这样很棒。对。然后 ，Frank 啊，我没有留你，我没有回给你。你说早两天。
然后都是冷，所以我们才会挑非假日去啊。对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都是挑非假日去，因为一来不用人挤人，二来是假设你想到其他地方去走走看看啊，你也比较有地方去啊，否则平常假日人都很多啊，我们是趁这个机会可以休息啊。对，然后那 Blue 熊你问我那个音乐 我有打上去了 Every Drop of Rain。 对，然后那狗妈猫爸，我们刚刚有碰面，哦，我觉得你们两个夫妻，我看了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我感觉你老婆真的是不错的人，就是感觉很带小孩啊，因为带小孩很有耐心，他们两夫妻老婆带小孩，没有上班，啊、真的很棒，很棒，很好，啊、小朋友又很活泼、哦，小朋友很活泼，然后呢，莉莉前你说你也订了虎记，哎，很好啊，很好。他们都虎记的话，他那边的咖啡很专业，然后有时候会你会想啊，他怎么想得到用这个来弄咖啡？对，不错了，对。然后 ，OK， Zinc Sing， 我刚刚滑太快，就是没注意到。你也提到说有些地方有告示不能使用自拍杆，对。画面切到荧幕，对我现在就是用，我现在就用你建议的方式在录。我晚上剪辑的时候，你就会看到我把自己缩小，然后用这个当主画面，我们来试看看。然后你说我移贴纸，哦，那只是我一个想法啦，因为我觉得人家贴纸一定有它的用意。那如果很比较一般的贴纸，我大概就盖过去。可是我想那个贴纸一个台湾，我觉得应该可以留。对。然后你说你看到我华尔士是不是下雨？哎，我运气很好，我昨天是回到家才下雨，那早上是出门前雨就停了。那我今天出去也都还好。小虎，那个姜物，你说小虎真是一只温柔可爱的猫，眼睛不会凶。对，它眼睛不会凶，但是呢，它很怕人，然后戒心很高。对啊。那 Fish 五，你说 TEDD， 导致我不知道什么是 TEDD， 我再搜寻一下，才是减重的关键。但是我知道，我的观念很简单。我的观念很简单，就是简单就好，好简单就好，真的不要把自己为了要减重，为了要干嘛搞得很复杂，这种东西你是没办法持久的，跟拍影片一样，我就是每天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，我才有办法持续。那 Alex 黄，你说不要介意收音，我知道大家的问题啦，那因为目前技术上的限制，我的确也不太会去改善，因为我只能说尽量。对，谢谢你的祝福、啊、我们剩两天，老实讲我觉得事情好多，真的好多，你要我放下都不管也很难。对，然后那李博宏你问我说螺丝，就是那轮架支架那螺丝啊，新手最好转紧一点，因为转紧一点不好转弯会比较稳定，那你如果滑了习惯就转松是比较好转弯，这个看人。哦，李小飞就是我助理啊，我是我，对，野生小帮手，对、啊。然后那瑞 K W A K Hulk 吗？不是，我看11分多滑板移植部分很感动，没有，我只是觉得将心比心哦，纯粹将心比心，对。然后 Gloria 格雅啊，你慢慢经营你的频道。对 ，OK， 我觉得不管你们是谁哦，想要自己经营，我觉得都是好事情。不管是受我影响，或者你自己想要做，但是记得平常心，而且不要为了拍影片而拍影片，这样你会觉得很辛苦。真的，顺其自然，你想分享什么就分享什么，那你的水准会越来越好，越来越进步。而不要为了要拍一个剧作，然后你搞得自己生活都乱掉。我觉得这样才有办法持久。那个 WY Line， 你也说 QA 录下来，对你跟刚刚那个 Link Sync 一样，对我试试看哦。谢谢你们的建议。哦 ，Lucas 录 OK， 我看到你了。你说自拍棒，对我会注意。对我刚刚就想要讲你，
然后那个 Alien 我一直看成 Alien， 他就是昨天来改滑板，他送我咖啡这张，啊，他还提醒我说记得去用到5月1号。好，浩野就我没有念错了，哦，对，不好意思，我帮你念错了，你一样也是一样，加油，哦，加油，如果要拍片的话，对，对，明豪你也说减重是数学问题，真的真的减重是数学问题，真的是数学，入不敷出你就瘦，那你吃很多你不动你就胖，就这么简单。那我每天又活动量蛮大的，那我吃的东西，我吃的东西有些热量都不低，我都不低，但是你看我的体型还好，是因为我都一直在动，包括我讲话也消化热量。对，那分享家语，你有提到你的影片，我有看了，我有看了，不错，就剪毛放在上面，哎，我有空再弄，我是蛮难，因为我怕粘上去会掉。然后那 Chris 黄，你说多带一颗 session 也改变收音。我会带 session， 但是你说我录了又同时用 session 两颗一起录，真的有点多此一举了，看情况，好吧，就这样。那今天到这边，时间7:47，回去我回去要想办法弄这个，怎么把影片拍？我今天拍了很多影片，我觉得不错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转出来，还要研究，今天没有空研究。好，回家。今天要先带这一咖回去，然后明天再带另外一咖我的升级箱。这咖新的，欸，没用过。训练科技的那个威力导演的发表会，我答应人家要去，头痛。好，拜拜。反省 ，Hello， 你是反省你昨天迟到了，啊，你是有反省过，啊，好，你是有反省过，小虎，看，你是有反省过，啊，好了好了，啊，你要走啦，不要走啦。噔噔，你要吃东西吗？那你喜欢听我的手？我勾到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好的，拜拜。哦，你要说什么？
对那个新箱子好奇，这三卡带出国。吴，你刚刚生气吗？你走了，生气的走了，生气的 ，I'm angry， 咚。他走了。Iron Man， 我看了。拿过来。耶、yeah。我看。我不喜欢。太黑。我可以。好什么？好黑。我可以。好，谢谢。Avengers 耶、yeah ！那你可以比两件。我去日本要多一件。你觉得这件应该很黑啊？就这样子哦，哇，太适合我了。就Iron Man。谢谢。而且它是玫瑰金，是玫瑰金吗？哦耶。那就你跟弟弟一人。